NBA 湖人球星天瓜安东尼从板凳出发，砍下全队最高23分，力助击败火箭。41岁的普神普侯斯回到祖国多米尼加冬季联盟，初登场就贡献出再见安打。自诩为训练狂的张玉成，休赛季除了自主训练，还喜欢和1岁的儿子互动，要当超级奶爸。中职史上第一场11月的例行赛，最后由魏全龙成为获胜球队。波士顿凯尔特人球星艾内斯坎特透过一双定制鞋照片，继续在社群媒体上公开批评中国政府侵犯人权。多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。请至当地 Toyota 经销商询问 We Make It Easy 活动，获得可靠的优惠。